一隻雀仔自己飞，可能好快就会停落嚟。如果有一班雀仔陪住一起飞，我相信佢哋可以飞得更高更远。情侣病患者是很需要有人在身边支持他们，但是社会大众对他们有很多误解，忽略了他们的需要。我相信只要每个人多走一步，就可以带他们走出黑暗。